안녕하세요. 저는 허공한입니다. 한국팬 한 분 한 분에게 감사드립니다. 어찌됐든 여러분이 보내주신 카드 모두 잘 받았고 하이 사랑해요. 아 죄송합니다. 잘생겼어. 예뻐요. 现阶段最想挑战看看的角色，选我。我蛮想挑战看看动作片，警匪、警察或者是医生的角色，我也蛮想要试试看的。没有练。如果在路上偶遇到我，是希望粉丝假装不认识你，还是大方打招呼？我觉得可以大方打招呼啊。有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些粉丝会可能想要拍照，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穿的是戏服，所以就有时候不太方便。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来跟你们说一声不好意思。如果你愿意要我的签名，我很愿意给。光汉可不可以用广东话跟香港汉堡们打个招呼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是台语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回光汉，香港的朋友是香港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回光汉，我爱你，사랑해요，爱시대루，我爱你，少少。想要推荐的动画片，除了《鬼灭之刃》《诈骗之王》在 Netflix 上面非常好看。如果可以参演漫威宇宙，想要挑战什么角色？如果漫威愿意邀请我，我什么角色都愿意。路人我也 OK。手究竟为什么这么好看？比较喜欢模特时期的自己还是演员时期的自己？模特时期其实也不算模特，我只是去拍摄一些平面照，就是平面 model 而已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比较更纯粹一点，就蛮舒服的，然后也蛮自在的。然后演员时期的话，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是可以，你有很多选项可以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其他的面向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还蛮喜欢这个时候的自己，所以我觉得是不同的喜欢。光汉新专辑会有跳舞歌曲吗？好想看你跳舞。听到或是看到什么样的粉丝留言会最害羞？就说我什么喉结啊或什么，会觉得哦，有一种被触摸到的感觉，变态感，喜欢。喂，可以对观众更活泼吗？还想知道更多我的秘密吗？请追踪 L 台湾，我们下次见，嘿。